半年以上。上滑。还有那个就是叛逃的小玉哥，那个严毕生，严毕生，希望他第三季可以顺利毕业。半年以上，还有那个就是叛逃的小玉哥，那个严毕生，严毕生，希望他第三季可以顺利毕业。对啦，就是不管在红队还是蓝队，就是希望他们都是身体能健康，对，不要受伤，对，最最重要的。然后今天来就是很开心，然后也可以顺便宣传我们的节目，然后也希望就是彼此都可以更好。